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进行我们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总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非营业基金预算案的部分。我们相关的审查原则已在昨日宣告，请大家务必配合办理。那有关预算的科目也在昨天已经宣读完毕，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进入实质的一案一案的审查。那也再次的提醒，提案如果改为主决议的啊，请在中午前提出哈，让行政部门可以做我们这个议事人员可以做一些整理。那行政部门如果要找委员沟通哈，声量也放小一点。那也提醒一下我们在座的助理啊，前面的这个委员席啊是委员坐的哈，所以请你不要坐在委员席上来跟委员讨论事情啊。就昨天有这样的现象，有委员跟我反映过哈，所以我想今天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助理啊，这个位置的一个这个座位上哈要注意一下哈。那我们会进入来一样一样审查啊，原则昨天宣告过，如果委员不在，我们就先保留，会进行第二轮的一个讨论。那如果今天顺利的话，看能不能在中午以前完成相关的这个全部的这个议案的一个审查哈。所以也请各助理是不是可以通知我们的委员们能够及早来到会场，因为今天这个议程的进行应该还如果顺利的话，应该会蛮快的啊。所以提醒一下，请大家尽早的来到会场来做实质的审查。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一案一案的来讨论了哈。那对不起，第一案是黄秀芳委员哈，那我们要先保留哈，因为人不在现场。主决议的部分等一下，昨天已经都宣读过了嘛哈。主决议没有主哦，是主决哦，主决议的部分，杨耀委员的这个第二案有修正文字吗？有哈。那哎，有跟他协调过了吗？哦，是按一下麦克风。那就是在这个主决议的到后面的第四行，就是卫生福利部应严拟放宽，好，增加严拟放宽各部立医院之相关法规及预算限制哦，好，增加两个字严拟，好，这个部分就是已经有协调好，好，谢谢。那第三案刘建国委员的先保留，还是有我还是先保留好了哈，如果有你们未来在他来的时候有一些已经主决议或是有议案的再讨论好不好？啊，第四个是杨耀委员也不在哈，那委员已经同意改为主决议，杨耀委员同仁的助理有在场哈？没在耶，连助理都不在，我很难处理。嘿，保留先保留好不好？因为他都不在，我们没办法确认议，而且没有送给我们吗？资料都没送给我们，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确认。如果说他之前有送给我们议事人员，我们就可以确认是意思是这样。可是今天到早上都还没送到，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的意愿。好，第五案是刘建国委员也不在。好，接下来是第六案钟孔照委员的提案，有关全民健保给付西医基层给付的部分，有关家庭医师整合计划，158000万要冻结1/5，这个部分有跟委员沟通过吗？第六案哈，是来，按一下麦克风。跟委员报告哈，就是我们这个主要的那个删减的理由，他是认为我们执行力不太好。可是在我们的自己的文件里面，我们102年的执行率是98.9%，103年是99.8%。委员是怕说我们的那个就是这个数据哈，是不是就是很真实？不过这是我们在文件上的一个叙述，所以我们请求委员哈，能够考虑就是能够冻结的部分，能够帮我们尽量能够删减，因为到目前来讲，假如是用一个冻结1/5的话，未来我们在推行业务市场有它的一个困难点。我能不能理解一下，这个加一整合计划是不是已经在总额预算里面框列的预算？这个158000，是吧？是总额预算里面的金额嘛？是吧？哈，对，孔昭委员，可不可以这个部分不要动？因为这是在健保会总额协商里面所框定的，那边已经有一个健保会在协助做这个预算的一个好掌握，是吗？我的理解是这样。来，孔昭委员，他虽然是总框，但是他去年的编列是10亿，今年增加了5亿多。是
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增加家庭医师的预算，因为这个是 有一些政策目标的嘛。对，其实报告委员因为是目前在我们在推动分级医疗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壮大基层，能够这一步能够努力。好，你们来做说明的时候，不是跟你们提你们的年度计划，每年的执行率大概你说九成多还是八成？九成八，哎，对，九成八，哎，十亿里面的执行率有九成八，对。哎，104、103是99.8%，99.8%，哎，对。你们现在准备把嘉义要扩充到扩量要扩到多少？其实主要是说，我们是希望能够我们当时也有讨论，有多少挂羊头卖狗肉的。对，一定要讲这么白吗？我了解委员的意思，不过就是说目前来讲接这个位置的时候，当然是期待能够把台湾的那个一个分级医疗做好，所以这方面会努力。嘿，口罩这个部分有你的，因为这个我自己有提了一个主决议啦，确实嘉义制度在长久以来一直有被一些我们认为它的绩效有时候看起来不是很好，可是在未来推动所谓的分级医疗里面，其实嘉义制度会是最基层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一定要把它建制好。对，那也要扩大它的影响力，因为现在的影响力可能才十分之一吧，我印象中。对，好，整个服务量20%啊，所以我们希望它的量应该要扩大，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健保会才会增加5亿吗？哦，是这样的嘛，哈，因为以前大概10亿左右嘛。对，好，口罩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尊重我们健保会那边给框列的这个金额哈，让他们来推动整个这个分级医疗的基层医疗的部分。知道这是健保局框列的预算，他们也好不容易去争取。健保会已经通过的预算，对。你们争取，你们要有一些的效益的评估。一定的，就我想，你们在内容里面都没有解，你们提到的就是15亿，我看的结果就是认为增加5亿，增加5亿一定要有理由嘛，而不是说我跟健保局那边健保会用多增加了5亿，我就可以也让周高瓦，你们有没有事前检讨，你们当时花了那个接近10亿的钱，你们做了多少的绩效？接下来你们接下来要多少的效益？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了要配合长照接下来的一个分级治疗制度啊。对，报委员其实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跟基层的那个基层诊所那边会做一个沟通哈，那我们是希望能够真正落实哈，就是所谓的加一整合的一个计划。那原来委员所担心的，你们是不是可以做个主决议给我？好吧，可以。好。啊？什么？好，谢谢委员。对不起，孔昭刚刚讲什么？改主决议。好，谢谢。对，像我的主决议也是希望两个月内，我们健保署可以针对家庭医师全面落实跟转型的规划，能够送我们卫环委员会来做报告。好，我想这个跟孔昭的意涵一样，就是对啊，我们就同一个两个月了，不用到3个月。你原来孔昭写的是3个月了哈，2个月内应该可以吧？因为你们在分级医疗上面已经要做整体的这个提升，整个基层医疗的一个功能嘛，好，好不好？2个月内，好，好，接下来是建国的再保留哈。刚刚不好意思，刚刚是杨耀委员这边来的讯息嘛哈。然后所有的提案将全部改为主决议，所以刚刚的第4案啊，我们也是把它改成主决议哈。那有关文字如果有修正的话，一样请卫福部赶快送出这个书面的文字的部分哈。好，来，接下来我们第8案是主决议哈，所以已经刚提醒了哈，是2个月内哈能够提出整个家庭医师的整个整体规划的部分哈。来，再接下来是国民年金保险基金的部分。洪慈庸委员还没到，是不是？洪委员还没到，那我们先保留哈。洪委员11案、12案，洪委员跟王玉明委员哈，我们都保留哈。那12啊，王委员已经说动200是已经讲好了，所以行政机关没问题嘛哈。好，动200好。那秀芳保留孔昭的，12、13都是有关劳保局的印刷装订广告费4058000，
这个秀芳委员是减列1000万，孔昭委员是减列400万，这个有没有跟委员沟通过？对，那个主席先，这两个案12跟13，我们还在沟通哈，就保留。但是前面第9跟第10哈，洪委员的，这两个事实上是有主决议，有主决议，是不是？洪委员的助理在吗？举一下手。洪委员的助理在不在？杨副主任他们。洪委员助理还不在，主决议我们这边，我是把主决议拿给主决议，有签名了哈，有签名的先给我们好了，我先送上来，我们才知道委员确实跟你们沟通过了哈。好，所以是9跟10哈。对，9跟10，主决议这样已经送上来了。那11就是动200哈，刚刚那个信宜那边也回应了。是。那12、13，我们再继续跟委员们沟通这样子。好 ，OK， 那就先保留哈，你先跟孔昭在现场再跟他做沟通啊。谢谢。那第14案是刘建国委员的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遵照办理 ，OK 哈。好，那接下来是我们卫生福利特别收入基金的部分。王玉明委员这边有关医疗发展基金是整个33亿多，动1/10，这有协调过吗？该主决议了哈，好，谢谢委员。好，那接下来静怡还不在哈，有没有讨论过？有，这个有。16案的话，16案，谢谢那个委员同意3100万动100万，3100对，动100。文字上略做调整，所以文字有会再给我们新的文字资料修改。有。好 ，OK， 那文字就是在做修改。好，要不要念一下？还是文字？我们就听。如果委员有签名的，就交给我们。委员要签名啊，哈，文字要签名，没签名就要去签名完了，我们才认啊，好不好？我们先去签。好，在座委员的助理拜托一下哈，因为你们委员如果还没在场，那因为我们现在听到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协调的内容哈，有状况或有问题要提出来哈，我们只要有你们有疑虑，我们就保留，好不好？在座的助理们哈，听到哈，不然到时候你们委员回来怪你们，我们不管了哈，我们就可能就这样进行了哈。好，来，接下来是17、18、19，甚至到20，有关蒋万安委员的部分，有关提升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医疗服务品质计划，这边总共大概有3个案，到第20案是针对捐助补助的部分。那这个部分，蒋万安委员建议减列10/10，秀芳委员不在哈，好，有这样说明吗？还是蒋委员这边有沟通？蒋委员是不是这样？对，第17案的话是，谢谢委员同意改为3/20。3/20是，1/20也很高哦，5000多万，好，那其他没有沟通吗？孔昭委员，18案是谢谢委员同意改3150万，3150，好，一起合并3没关系，好。都同一案，好。那孔昭委员的部分呢？19案，谢谢钟委员同意改主决议。改主决议，好。那陈一鸣委员这个提案呢？谢谢委员同意改动1000万。动1000哈。是。没有，要一起合并，因为同一项目啊。减列是减列。一起合并减20/10的，对，合并减20/10哈。好，那20案有关陈一鸣委员的部分，20/10的，这个没问题吗？对啊。OK 哈，好，可以。来，再来，我们就进入到21案到24案有关健康医照护绩效提升计划里面有关捐助补助及奖助哈，这个项目有16亿2417万6000元啊。那这个部分第一个是黄秀芳委员，有没有共识？没有。谢谢委员同意3500万。3500。对。好，黄秀芳委员的助理在场吗？那么地理哦。那这样我要保留，因为他们现场连助理都不在，我们要确认这个金额。好，那我们先保留好不好？因为助理都不在。请办公室里面的同仁，如果你在看我们的会议进行，
好，委员还没到，你本身要到哈，助理负责的同仁应该要到场哈，我们才能确认行政部门的说法到底是不是委员的意思哈。那如果不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确认，我们就保留好吗？好，不好意思，我们必须保留，因为他们没有人在现场。好，好，那接下来是22案蒋委员的部分，来，蒋委员要讲话，等一下。委员好，好，市长好。我想这一个案哦，其实之前也有沟通过了。那我想这边，我想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说我知道这笔预算哦，其实是给予这些五大科毕业就是毕业医学生啊，他们可以来到五大科，对，哦、来这个受训也好，担任住院医师，那给予的一些津贴补助，我想这个都没有问题啊、哦，其实我也很支持。但是哦，我想。最主要，我酌减部分经费是希望说，我们卫福部啊、医师司在考量并且解决我们五大科住院医师人才缺的这样的情形，希望能够就核心的问题来解决。如果过分的仰赖我们给予津贴补助，我认为哦、最终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因为根本的问题哦、我相信司长也很清楚，除了说。对于医学院的毕业生来讲，他看不到愿景，他觉得工时实在过长，尤其是外科的住院医师，以及目前整个医疗的这个环境、在职业的过程很容易造成医疗纠纷，以及、整个健保支付制度、等等的因素，造成现在很多的，包括我自己的同学或者学弟，他们在念完医学院之后，并不愿意、从事进到五大科来。尤其外科哦，这五大科外科、内科哦等等，所以我想这部分、我反而是希望说卫福部的确，我还是让你们保有这个津贴补助的部分哦，因为就沟通的了解，你们对于每一年度哦的这个原额都已经有预估出来哦。那我想这个最重要的是希望说卫福部不要太过分的依赖说这样的一个经费，认为说我只给津贴补助。认为、就可以吸引他们来，而没有重视到根本的一个问题来解决， 是这样子。是，谢谢委员给我们这么多的指教。那我们这几年除了这个津贴补助，其实还有一些像这个住院医师工时的逐年递减啊，还有另外我们在医疗纠纷部分强调事前的沟通、事发的关怀，还有事后的调处等等措施。所以到今年来看的话，哈，五大科的。招收率除了内科近80%之外，其他都已经蛮糟了，所以其他各科的情况有慢慢在改善，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努力。很谢谢委员的支持，好，谢谢司长。是，所以蒋委员这部分是简列500，简列500，对，可以，好。那刘建国委员有没有共识？有，谢谢委员同意350，来了，好。建国的办公室啊，好来，好来，来你讲一下看。谢谢委员同意350，350万，对。好，那陈一鸣委员这边有没有共识？有，谢谢委员同意动1000万。动1000万，对。陈一鸣委员在哈 ，OK， 好。OK， 那就是我们21到23，21是。二一不保留呢，啊，不是一起并减好不好？并减500万，因为秀芳委员不在。合起来，合起来就是500，对，并案。好，对，对，就等于合起来是3，合并21跟22，21、22、23合并500万，对，好，然后动1000万，对，对，好，那就进入到。25案，25案是我的案哦。已经改主决议了是？啊，对，改主决议了。谢谢委员。好，那26案，那个26案、278都有关中医医疗机构负责医师。26不是，26还有一案26，林静茹委员的。啊，不好意思，是那26跟28啦，不好意思，26跟28都是中医。
跳过去吗？医疗机构医师护的训练2628，二机没有？对啊。好，都是静怡委员的提案，有没有跟静怡委员沟通过？2627、2628都是他的提案，但是2628，哎，中医的227的话。27是病人对对自主立法，对，你先看26好吧？26是中医553万6千这个建议全数冻结的部分。主席还有李委员、中医的哈，好，感谢委员，我们昨天跟委员沟通有关26万，是冻50万，冻50，对，来，那28，我想在这里哈，还是很因为一方面感谢委员的督促，我想在这里还是站在，四校武器的负责人训练上，是不是能请委员说冻结束哦，能不能再稍降一点？因为昨天我们还在跟学生讲到8点半，就是讲说我们大家好好为这个负责人全额纳训这个部分，我们会积极努力。所以那个有关冻结，因为这个数目在，如果能让我们事情推动上，能够减少更多的那个负责人受训人员的抱怨的话，我们会。会干，所以这一点哦，委员这半年来的跟我们都说，我们虚心检讨，我们已经切实改进。昨天也是特别跟学生和老师在中药师这边开完会以后，谈到8点半，包括林永任，还有他们有5个学生都到中药师来，所以这个部分我再恳求委员看是不是冻结的数目能够再冻结数目少一点的意思。好了，那个这样说了哦，中医药师这边哦，因为我们这个案子其实不只是我，好几个委员都关注很久，这个也牵涉到几百位学生的权益哦。那这个本来在最早开协调会的时候，我有允诺中医药师说我会尽量支持你们这个计划，因为这牵涉到病人权益，也牵涉到受训医师。可这半年来你们真的是毫无作为哦。那昨天有跟司长这边司长也来找我沟通，所以说我们第26案。我们刚刚是决议是动1/10嘛，哈，就是50万嘛。那第28案这边，我们昨天后来讨论的话，我们昨天有请你们先算过，至少我这样说，因为这个东西是针对现在正在受训的医院去补助他们的受训费用，所以我们昨天有跟你们计算过，目前正在接受训练 R1 准备生 R2 的，总共你们现在是1000多万的预算，对不对？两千多万。对。那这边我们就先动1000，让你们其他事情慢慢做好不好？那个委员，这个其实这样说，你只要算好我看完呢，你只要算上，你跟我算不对了。新进的没办法，因为现在新进的人这个情形，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做的不要，真的是在努力在改善，所以在这跟委员说拜托一下。今天昨天也在跟学生讲说，我们已经一定要全额纳训，这个部分一定是照委员的意思。司长，你们全额纳训，你一定要是目标啦。那你们不能做一个规定到人家不能受训的啦。是。好，看了也很悲哀，你们自己要捍卫你们的科啊。我昨天看了一下，别人光那个病人自主的计划，就可以花1000多万。结果你全台湾几百个中医师的训练，你们才编了3000多万。是。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是。所以委员可不可以就这样冻结300万好了？我们真的是积极在努力，拜托拜托，真的救苦救难。我再讲一次，因为现在学生在你们手头上，受训的东西你们编的太少，学生已经很困难受训了。我这边放你们，我就要你们只动300万。是。但是如果你们明年还在发生这种事情，我全数删除。是是是，感谢委员，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我们28那个静怡28案就是动300万嘛哈。那27案的部分是有关，也是林静怡委员的提案，是有关推广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计划。是。这个有跟委员协调好了吗？昨天跟委员报告之后呢，谢谢委员同意改为3300万。3300万。对。直接删掉。对对。好。对。明年10月才开，今年10月。可是他可以继续延续用吗？今年编的预算可以明年再继续用吗？没有，这是明年的预算，所以明年是重新来的哈，对，就是一样500万就对了哈。对，好，了解。好，来进入到29案，对不起，29案，吴坤玉委员有协调好吗？有协商了。吴坤玉委员三有吗？对，先保留是不是？哦，他有告诉我们说要三。目前29案先保留，30案这边已经有共识。好，30案是34万5000嘛。
34万5千元。对，好，这个是已经三十、哦。好，好，好，30案有关吴坤玉委员的偏乡的长期照护，好，偏乡地区的长期照护的人力教育训练34.5万啊、哦。好，好，那这个刚刚29案是保留。好。好，那这接下来是接下来都是你的案子哈，对对对，好，接下来31案是陈一鸣委员的主议决，主决议啊、哦，好，陈一鸣委员的助理 OK 哈，好，那再来是32案是对不起、哦、其他同仁离开一下，现在是李彦秀委员的案子，来32案是李彦秀委员的案子，来有协商过了，同意减列10万，冻结30万，啊、一样嘛哈，嗯，就是这个金额嘛哈，对，好。没，那应该就是原来的。好 ，OK， 那没问题。好，接下来是33案林静怡委员的有关医疗发展基金一般行政管理费用912万7千，全数冻结。来，有要说明？有关于这个我们在提供资料上面的这个没有办法及时提供，我们会加强内部的管理。那么谢谢林委员同意的改动六分之一，在我们检讨之后提出报告向委员报告。谢谢。好。好，待会金额再算一下哈。来，接下来是健保纾困基金啊、哦，这个部分14亿7960万，这个刘建国委员有没有协调好？有哈，建国委员的助理在哈。我刚刚跟委员那个协调哈，他是免动。麦克风，麦克风，来。他刚刚有跟刘委员报告，免动是那三一百万。建国委员的助理在哪里？刚刚好像有来嘛？刘建国委员的助理在哪里？不在。不在。啊，那我先保留好不好？好，因为没有、okay、没有人做确认，我们来 来了，快点！建国委员的助理，赶快第34案，刚那个行政部门说已经跟委员针对健保纾困基金是免冻结减列100万。34案是不是这样？34哦，对哈、哦，好。那顺便第7案是不是可以顺便报告一下？第几案？第7。第7案了、啊，也是刘建国委员的案子吗？对对对，哦。刚刚有保留，对。对，有跟刘委员报告，那就是减300万。减三百万，是哈，好，减300万。好，好，确认 ，OK， 好，可以啊、哦，因为跟他们行政助理都确认好就好。不然我建国还不在，我们没办法决定。好，接下来是35案，还有36案，有关要害救济基金，李彦秀委员，针对3882万5千元要减列882万5千，请大家再让彦秀委员稍微休息一下，现在是彦秀委员的案子，来说明一下吗？按一下，再按一下麦克风。这个已经跟李委员沟通好了，改3,905,000啊，多少？90万5千。90万5千，对。燕秀委员对哈 ，OK， 好。那秀芳委员有没有沟通？有，嘿，也跟就36案跟黄委员沟通好，改3100万。改3100万，对。那你们要并三呢？并哦，对啊，并三一百万好吗？好，合并三一百，对。OK， 来，那秀芳委员的助理在吗？好、哦，先保留是不是？好，他要保留哎、欸，嘿、哦，你们没有谈好，事前是有谈好。哦，好，那我们还是先保留，他助理说要保留，嗨，好、哦，如果没有问题，就是一起删100万、哦、好，来，接下来是37案，也是王秀芳委员的，也要保留吗？也要保留，他已经改主决议，而且签了，有签了是不是，交了，对，哦，主决议对吗？你清不清楚？他自己不清楚，来，签名呢？这边助理过来确认一下，那个黄秀芳委员的助理，请你来确认一下，这个是秀芳委员的签名，是不是确定了？哎。我们暂时啦哈，暂时写主决议哈，他有签名，你来确认一下，嘿，改成37案，改成主决议哈，你看一下，没问题，我们就是先写主决议哈 ，OK 嘛哈，对，好，确认一下就是。
没问题，那三十七案就改主决议哈。好，谢谢。那三十八案还是黄秀芳委员，你们先不要离开哈。沿海防治及卫生环卫生保健基金的旅运费要1446万1000，要删减300万，冻结余冻结十分之一，说明一下吗？主决议要改成主决议啊，内容呢？有来吗？没有来，我们就保留。保留。这个如果改主决议要有内容，要有内容签名上来才算数。来了吗？好、哦，没有就先保留，好不好？嘿。OK。好好，先保留哈、哦。好，也是黄秀芳委员的烟害防治有关，还有两岸哦，3940哦。烟害防治计划158657万4000元，黄秀芳委员建议减列1.5亿哈、哦，然后王玉明委员建议减列500万，冻结十分之一。啊，并案删100万。有讨论好了是不是？39跟40。39、40。这边删100。那秀芳委员这边谈好了吗？对。你请能不能请委员早一点来？因为我们今天可能审到中午就差不多、哦，所以照对，请他尽快到好吗？如果都保留的话，可能到最后会没办法处理哦，好不好？好，请尽快好。那他保留哈，黄秀芳委员39案保留哈，好。那在接下来41案、42案有关烟害防治的旅运费，然后刘建国委员是针对旅运费又有一个这个国际事务的部分啊，这两项都是旅运费，不晓得有没有沟通好？这个杨耀委员是啊，对不起，杨耀委员刚刚都说改主决议了啊，主决议对，好，那刘建国委员呢？主决议也是主决议，有内容吗？资料给我们，委员有吗？委员签名的，委员还没签名，我要保留。好，助理在有吗？有，刘建国委员确定是改主决议哈，好，那补资料上来好不好？好。好，那接下来是43案、44案，有关烟害防治的印刷装订与广告费两项啊，9297万7000元。秀芳委员建议减列1000万，然后刘建国委员也建议减列1000万。并案删100，并案两个并案删100是不是？对。刘，因为黄委员还是不确，没办法确认啊。建国委员是不是100？啊，保留哈，好，这两案都保留，因为两位委员不确认哈。4344两案都保留哈。好，那再来是4546、4547算吗？4548，4案。四案哈，4748都是这个有关专业服务费里面的项下哈，3亿183万2000哈，蒋万安委员是建议减列1亿，陈一鸣委员是冻结1/4，那李彦秀委员是减列好1304万4000，黄秀芳委员是减列3000万余冻结1/10来。这个有跟委员沟通好，还是委员有要再说明的部分？并案删100，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并案删100啊。来，燕秀委员再仔细听一下你的47案。对。燕秀委员还没有协调好。对。好，还来，还没协调好哈。来，47案。47案，所以4546、4548是并案了。对于烟害防治法这个基金的预算呢，我认为今年度并没有，因为每一年这是每一年例行性的预算，但是并没有因为我们推广而我们吸烟的人口有逐渐的下降。那我认为今年卫福部其实预算，公部门的预算其实非常辛苦，又加上长照的预算在里头哦，预算每一次都排挤得很厉害，更何况这个业务其实是散播到各地方，让各县市去做，当然还有在校园里面的推广。但是我刚刚特别看到你们回复我的内容哦，里面就说啊，让老师来受训如何去教小孩子戒烟，然后我们啊办一些活动让青年人来戒烟。但是我凭良心讲，我了解认识青少年这么久，跟我身边周遭有这么多抽烟的人口，不会因为你们办这些活动他就主动来戒烟。也就是我认为你们长期在推动戒烟的这些方向其实是
很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就是说，我要删五百。建议删五百，因为这只是到各个地方，不像流感疫苗的费用，说我删了你这个，对于民众的危害就会很非常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这笔预算我建议删五百。OK， 好，那陈一鸣委员这边有沟通过吗？有，刚刚所谓统删一百的部分是，对，好，那我们就一起删五百喽。那能够并案，对，并案啦，并案一起删五百啊，哈。那秀芳委员这边也要再继续保留吗？到底之前我们行政部门有没有跟秀芳委员沟通过？有吧，哈。好，只是没有确定金额，就这样。OK， 好。那我们刚刚这个案子是现在。秀芳委员先保留。那我们现在刚刚是说统删这四案统删五百，好。啊，能够自行调整科目。可以。我们昨天就针对那个删减的部分，就是科目自行调整，昨天有这样的一个处理原则。好，谢谢委员。19好，秀芳的就先保留，等他来再做一些确认。好。那再接下来是49案李彦秀委员，也是针对，子宫颈片又改成主决议了，主决议了，好，那一样，第50案是秀芳委员的提案啊，这个是有关烟害防治，也是捐助补助，这个动减5000余动10分之1，这个有沟通吗？昨天讲好是350，350，对，好，还是保留，等他来确认哈。51案主决议啊，好，好，51案有签名哈，来，好，51案是已经改成主决议，52案是刘建国委员的部分，请问这个旅运费要删减500万，有没有协调好？320，保留哈，他们要保留，好。那53案是黄秀芳委员有关这个卫生保健这个服务费用里面印刷装订及广告费哈，还有陈一鸣委员这边一个减2000万余动10分之1，一个要动1/10，好，有没有沟通？53是保留，54是主决议。54主决议资料有来了吗？好，54案已经改成主决议啊，那个53案等黄秀芳委员来了再来做确认。好，接下来是55案跟56案都有关于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里面的这个专案服务费。好，那刘建国委员建议减列5000万，陈一鸣委员冻结1/4，请问这个有共识吗？陈一鸣委员是已经改成主决议，资料来了哈。好，来，55案减5000万，有跟委员协调好吗？好，删一百是不是？好，删一百，好。OK， 55案、56案，55案删一百啊，56案已经改成主决议。接下来是57案到59案是，蒋万安委员是这个有关。也是这向下的捐助补助，好，要减1/5，来。那是5758。哎，5758、59，对。69。还有69。哦，59是改成主决议。69。5758、69。啊，还有69啊。类似。类似啊。哎，不，确定69。69，这个主要癌症筛检呢？69王一鸣委员的案子是。都是癌症筛检呐，那这个是讲补助哎，不是你这个向下呢，你不要扯在一起啦，分开处理啦。对啦，你57、58、59就好，你给我扯到后面去，嘿，你向下不一样啊，嘿，好不好？来5759是已经主决议已经资料来了，是不是？好。那5758怎么有什么样的那个协议的内容？蒋委员的部分有讨论好了吗？蒋委员就在现场。删一百动五百。好，删一百。对，删一百动五百是。好，删一百动五百。那黄委员的有协调好了吗？那等一下我们再跟他确认，也一样吗？一起。对。好，合并好不好？就合并5758是删一百动五百。好，那这个等一样，黄委员回来的时候再做一个确认哈。好，那59案已经改成主决议哈。那60案，
静怡不在，好，来六十案是林静怡委员的提案，好，主决议来，主决议内容过来了吗？哦，有，好，主决议过来了，好。好，六十一案是李彦秀委员，这个部分是专委有建议六五六六一起并案处理，每个都是回胖房子的业务哈。好，来这个六一是改成主决议，对，那正在打字委员要签名。哦，好，所以等资料还是补上来哈。李彦秀委员，彦秀委员，等一下让 OK 啊 ，OK， 六十一案是主决议 ，OK 好。来，再来是六十二，要跳六五六六吗？六五六六是一样，这个是肥胖黄字。六十二。六六也是主决议。六十二。啊，不对，好，那不要不要，那就是接下来了，好。六十二是主决议，蒋万文委员没错哈，好。六三是我的案，等一下，六三是我的。好，我是建议减三十万。OK， 对，好。好，减三十万。然后林淑芬委员，淑芬委员没到，要保留吗？保留是不是？好，淑芬委员还没协调哈，好，那就保留喽哈。好，来，那接下来是六五六五六六都是有关国民营养及健康饮食工作含肥胖防治的业务。六五三。六十六是主决议。有内容过来了哈，好对哈，好。那黄秀芳委员之前的沟通是多少？三三十。好，那因为还是先保留，哎，不是，我们先保留，因为他都不确认，他的助理完全没办法确认，哎，所以六五，那六六是主决议，我来再宣布一下，六十五黄秀芳委员的是行政部门是提到说有协商的三十万，但是秀芳委员不在场，所以我们先保留。然后这个王玉明委员的是改主决议啊、好 ，OK， 来，我们再接下来进行的是六十七案，林静怡委员对于改主决议了是不是？好，主决议哈，资料上来了吗？还在签。因为是吗？这个六十七案是主决议对吗？签完了哈，好 ，OK， 好，签完了。哪有这个？哪有很太快？你讲小金。六十八是什么？定案。我来按起来，来，好，六七是已经改成主决议，资料也上来了哈，好，确认。好，接下来是六八六九。来，这个是等一下，六八是黄秀芳委员是推动主要癌症筛检，还有王玉明委员也在这一项，黄秀芳委员是减列建议减列三千万，予冻结六千万，那王玉明委员是减列五百万，冻结三千万，那有沟通好吗？六八先保留，先保留哈，好。三一百冻五百，好，六九六九六九啊，六九啊，对啊，嗨。动五百哈，你这边 OK 是吗？你们有沟通好了？对，一起啊，并五十七案，不是五十七案。不是，是我们从后面去往前并，因为他是在他的项目。等一下，你再讲一次，并哪一个？并五十七跟五十八。并五十七跟五十八。对，五起，五起两案一起讲的。再沟通好了哈。当时是说三个一起，三案一起，对。好，那没关系，好，先在协商，好，先保留，你们保留在协商好不好？表示以这个有，所以你刚刚一直在讲说要跟这一案并案讨论，因为那个时候你们有协调过，你们要切开耶，这项目不一样，那我们等一下再协商，你们再协商一下好不好？再保留哈 ，OK， 好，六八六九都先保留，因为看起来还有项目上还有一些问题。好，那等一下你们再做协调哈。那接下来是七十案跟七十一案，有关 HPV 的一个疫苗。部分的那个还没。林淑芬委员要冻结两亿，那吴怡晴委员这边要冻结二分之一。等一下我的案子。那淑芬的先保留嘛哈。好，那我的这个部分。
我们跟淑温委员一起讨论完之后再来动好了哈。那我这边对于这个子宫颈苗的一个疫苗的施打哈，前面要施打哦，我觉得要有具体的说明，因为你这个疫苗的价差那么大，你到底要打哪一价的一个疫苗？然后未来地方施打的问题，如果出问题是你中央的问题，还是地方要处理？疫苗的采购，嘿，对，要一并说明。我比较在乎的是执行面的一个具体的事项的说明。我跟委员说明一下。好，那我们等淑温委员来一起没有，这个先保留。好，这一项就先保留哈。好，进入到73案是有关刘建国委，对不起，我看错了啊。72是疫苗基金的部分，是局管署的哈。有关这个印刷广告费314000，刘建国委员建议减列100万。哦，有关72案，那谢谢委员同意改删20分之1。二十分之一是多少？15720啊，15720，157200块。157000啊，哈，对，好，157000哈，好。那这个 OK 哈，刘委员确认哈，好。那再接下来也是刘建国委员73案有关专业服务费的部分是原列657万，建议减列200万。好，谢谢委员同意哈，改列主决议。改主决议，嘿，那内容未送，嘿，还没送来，已经送了，好，未送哈，好，好 OK 哈，好。再来是74案有关疫苗基金里面的用品消耗。哦，改成这一项也是改成。哦，这些改主决议哈，谢谢委员。陈一鸣委员的助理 OK 吗？这个74 OK 哈，好，主决议。谁来了？案子来了。哦，案子送过来了哈，好。好，那接下来是75案，刘建国委员有关长期投资怎么购置无形资产。哦，好，这550万减列200万的案子。谢谢委员哈，同意改动100万，然后文字酌修。哦，好，动100万，好，那文字也请你送上来，我们会送上去。好，委员 OK 哈，好，那也76案也是刘建国委员的案子，有关奖捐助补助及奖助，来这个案子要减列2000万的部分。好，我们谢谢委员哈，后来同意改主决议。哦，改主决议，那内容进来了吗？内容会送，已经到委员还在你手上，好，好，会再送哈，好。那接下来就是食品安全保护基金哦。好，来这个部分是77跟78案是77案是蒋万安委员建议减列300万，那黄秀芳委员也是建议减列300万。来，好，有跟委员沟通，再按一下。跟委员沟通过了，就是77案改善100万，删一百，哎，对。然后78万是改删50万，那合并删100万。嗯，建议合并删100万就对了。對，那可是秀芳委员不在，所以还是要保留吗？还是这 OK？ 好，这个 OK， 好，这个一并删。蒋委员 OK 哈，也减100万 OK， 好，这个就并案哈。77跟78两案并删100万哈，好。那接下来是79案，也是食品的服务费。那这个是王玉明委员要动，改删30万，对 ，OK 哈，好，改删30万哈。那再来是蒋委员的哈，已经到社会福利基金了哈，现在换，哦，再来，那个为社家属的要上来了哈，就是社福基金的部分，来社家属80案，蒋委员的是已经。已经改主决议吧。有跟委员撤案了，哎，他是撤案，因为他误会。已经开，哎 ，OK， 好，撤案 ，OK， 好。那个81案是黄秀芳委员针对社福基金的服务费动5000万，这个部分改主决议也改，对哈，对，黄秀芳委员的哈主决议哈，好。那在82案也是黄秀芳委员的改主决议，也是改主决议哈，好。再来是83案，陈一鸣委员改主决议，也是改主决议哈。好，那84案有关这个公采回馈金推动，王一鸣委员的100万，动100 ，OK。好，
那八五、八六、八七都是有关公财回馈金的推展社福计划捐助、补助、奖助的部分，12亿6188万9000元。李彦秀委员减列2亿，动2亿。那个减列400，减列四百。然后86案是冻结100。OK，OK， 好，来，对不起，黄秀芳委员怎样？黄秀芳委员的动100，动100。然后87案是改主决议，主决议，好，所以这个案子就是减列400万，然后动100万，对，好，那87案改成主决议，对，陈一鸣委员的没问题嘛，哈，然后黄秀芳委员的也没问题，动一百没问题嘛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88案，有关这个陈一鸣委员这边。长照的服务促进计划，这个是护理基金，也改组决议了吗？88组决议，88组决议是不是陈一鸣委员 ？OK， 好，好。然后，那还没一点钟，还没一点钟，等下。好，来，我们等一轮完了就可以休息，等他们来。现在89哈，89，协商动150万，动100，150，王一鸣委员的，对，是吗？动150，对，他刚刚说动150，对，好，那接下来是陈一鸣委员的，动还是减？主决议，主决议，90主决议哈，好，91。主决议也是改主决议哈，好，王一鸣委员的已经改成主决议，那接下来92是吴坤玉委员的部分，主决议也改成主决议，内容有过来吗？啊，9293要保留是不是？啊，等一下，啊，等一下，再讲一次。9293先保留。可以先保留。九二九三已经有主决议，到时候会签再补上。OK， 好，这样9293还保留哈，等委员过来哈。好，请大家催一下我们委员们过来哈，因为今天可能刚刚说我们处理很快是很顺哈，不会啦，才不到一个钟头哎，好，我们可以慢慢，还待会第二轮的时候，我希望委员们都能够到了哈，我们就可以来处理的哈。好，94改组决议内容，等一下再补上来哈，啊，是吧哈？对，内容还没上来哈。94组决议。好。那95主决议，95也是主决议，好，这个内容都要请再补这个主决议的内容哈。好，那接下来是96主决议，96是主决议，97动100，97动100哈。好，来进入到98、99、100，这个是有关长照的整体资源的精进计划。98是有那个动1000，动1000是那陈曼丽委员的减列五十，好，那吴坤玉委员的有没有共识？好，100还没有共识是不是？好，那就先保留哈。好，来，那就进入到101案李彦秀委员的减列五十。OK， 好，减列50，那再来102案王一鸣委员的部分改主决议，改主决议，好，103案是103、104都还在协调，还在协调，好，我们先保留。105改主决议，105改主决议 ，OK 吗 ？OK 哈，106还在保，还是保留哈，好。再来是家庭暴力防治的，好，黄秀芳委员这边有共识吗？是改组决议，改组决议，是，对哈，对啊 ，OK， 好吧，嗯，不然我不，好，107是改成主决议，那108是王一鸣委员的，要动2000万，动100万，动100，嗯，好，动100，好，来，再来是109，刘建国委员的提案有共识吗？主决议，但是我们还没有拿到他签的文字，还签的还在那个委员手上啊。我们主决议等他，请待会哈都要把这资料送上来好吗？
好，再来是110案，有关陈一鸣委员的这个也是家暴的业务奖补助的部分，是动四分之一。改为主决议。好，主决议有内容过来了吗？有，改成两份。啊，改成两个主决议啊。是。好，改成两位两个主决议。好。是。两个主决议。是。啊，不能换成一个呀。两个议题不同。哦，两个议题不同，还换改成两个主决议。是。谢谢。好。那接下来是长照发展基金的部分了哈，是有陈一鸣委员这边。均衡长照发展促进计划里面3亿2510万7千冻结四分之一，来，这个长照是谁上来说明？111冻300，冻300。嗯，好，那个陈一鸣委员哦 ，OK 哈，好，再来是112，也是陈一鸣委员的案子，冻两百。那个陈一鸣委员 ，OK， 好，那再来是113案李彦秀委员的有关专业服务费534万，减列40万的主决议已经改成主决议了哈，好。嗯、那114呢？也是主决议，也是主决议，内容都过来了吗？好，那已经都送上来了哈，好。那接下来是115案吴坤玉委员的部分，还是保留吗？动三百。他要保留，要保留。哦，好，115吴坤玉委员的案子先保留哈。来，再来116是陈一鸣委员的有关缓和失能创新服务方案的部分，动四分之一，来，动两百，动两百，两百。陈一鸣委员，好，对，好，确认哈。好，再来是117案陈曼丽委员的有关长照减列50，减列五十，好。曼丽委员没问题哈、哦，曼丽委员的助理应该这个应该金额跟他原来的金额差不多 ，OK， 好。来，再来是李彦秀委员118案，有关增进长照量能改主决议，内容过来了吗？哦，过来了，好 ，OK。那再来是119案蒋万安委员的，这个是并121案的李彦秀委员的案子。这两个案子，然后是动一百，好，并121案，哈，动一百，好，哎，蒋委员 ，OK 哈，对哈，好，那再来是120案喽，因为这个都是偏乡量能提升计划，这个昨天有跟刘建国委员先沟通哈，他是说到。到现场才处理，那就保留。啊，我是有跟他讲200耶。哦，没有，那这样不算数。对，就是等委员来了再做确认，好不好？就先保留哈。那刚121已经跟119并了哈，就是动。那122还没有协商完。122是吴坤玉委员也一样是保留哈。好，那我们现在是。主决议让他让议事人练一下，我们练完之后就休息哈，等第二轮嘛。都练过了。这边是看行政机关有没有意见。哦，好，主决议有关123案一直到131案，请问我们这个卫福部业务同仁有没有这个业务上有没有自爱难行的部分？主决议从123开始照。我一个一个按电好了，123有没有问题 ？OK， 好，124 ，OK， 好，125 ，OK， 126 127 ，OK， 好，128 ，OK， 好，129 ，OK， 来130 ，OK， 来131。OK，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然后请各助理call一下委员哈，好，我们第二轮就进入到保留的提案，好吗？好，先休息10分钟。
快吗？
中午可以回的吧？
Thank you.
哎，中英药师，中药师，可以过来一下吗？好，我们继续开会哈。那我们还是主案来做确认哈。那已经取得行政部门跟委员共识的，待会委员的助理啊、也帮忙提醒一下，是不是有遵照委员的意思来做确认哈。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一并来处。那我们进行第二轮的这个预算审查的确认啊。那我们现在进入到医疗药品基金第一案，黄秀芳委员有关
印刷装订及广告费用4577万5000元，要减内400万的这一案子，来有跟黄委员之前的，哎，按一下，按一下，好，啊，已经跟委员达成共识，对啊，沟通好了，那就是减列50万元，减50万，哎，减列50万元，对哈，好。好，减50万哦。那个黄秀文委员的助理就再确在场确认啊、哦。好，那接下来是，谢谢刘建国委员是不是继续保留？等他来是不是？好，继续保留哈、哦。第三案哈、哦、保留，那第五案也一样，第四案是主决议，哎，第五案也保留吗？哦，都保留好。刘建国委员现在都保留好。那接下来保留的有。12案，好，12案是黄秀芳委员有关劳保局的，哎，哦，印刷装订，是，这个已经协调好，就是动200，动200，对对哈，好，动200。13案也是一样，13动一起哈，好，是是是，跟统招的一起，对对，所以是13是11、12，如果这样算起来，11、12、13都是同一个啊项目科目，对对对对，都是动200。不是，因为他都是劳保委托劳保局业务，对对对，所以11、12、13是一起的，对对对对，是动量版，啊，上一层，什么叫上一层？哦，你，他因为他放到劳保局，不是，都一样，只是哎对，那这样子11、12、13就是统，对对对，统一动200万啊、哦，是的，是的，是的，对，是的，好，谢谢主席，谢谢，谢谢，好，这个11、12、13就统一动200万。好，那接下来是到第几案了？21案，黄秀芳委员有关这个健康绩效提升奖补助的部分，哈，16亿的部分。那有刚前面啊，不，刚我们第一轮的时候有说统三五，不是统三，就是21、22、23、24。啊，对不起，再来一次，21到23是一起3500万，对，那这个部分 OK 哈，跟秀芳委员 OK 哈，好，好，一起三哈，再来进入到是29案，29案是吴坤玉委员的有关推动弱势医疗照护计划的部分，原来要协商了，协商3500动1000，3500万。动1000万是吗？那个住 OK 好 OK 好，那29案就这样哈。那接下来是，36案啊，36案是有关要害救济给付计划的部分。黄秀芳委员这边有协调好了吗？哎，来刚刚说，已经协调好了，就是跟3536并3100万已经确认了。哦，好啊、哦，是吗？哈、哦，对哈，好。3536是35是李燕秀委员，还有36是黄秀芳委员，我们这边是一起3100万哈。好，好，进入到38啊，改组决议没问题哈。OK。好，那39、40是一起黄秀芳委员这个部分，刚刚跟王玉明委员这两案一起3100万，好对哈。OK， 好。那再来是43案，43案跟44案跟刘建国委员是一起3100，但是因为刘建国委员不在，所以还是要继续保留吗？那个秀芳委员是 OK 的，是不是？好，减100是 OK 的，好，那但是建国委员那个有吗？确认吗？因为 OK 是不是？好 ，OK 好，那我们就不保留了哈。43、44，黄秀芳委员跟刘建国委员这个案子有关烟害防治的项目啊、印刷广告费是一起3100万，好。那接下来呢？好，48，没有48，还有黄秀芳委员的48，47、48是一起哦，45、46、47、48，48并案，一起并50哈，那个因为秀芳委员不在，所以确定一起减500，可以哈，好，秀芳委员那边确认，然后48也，不是一起统一45、46、47、48同减500，嘿，同减500。哎，减500，哎，好，对哈，没错哈，好，那再来是秀芳委员的50案，有关这个烟害防治的捐助奖助补助是350，350对哈，350好，
那刘建国委员是不是继续保留五十二案？三二十是不是？三二十。三二十。好，那修安委员第五十三案有关这个印刷装订跟广告会。三一百五。三一百五。对对哈，三一百五。好，接下来五十八案也是黄秀安委员的部分，是五十八案，因为这是整它是五七五七五八五八五九哈。那我们刚刚是建议是统一三一百万动五百万啊，好，那秀安委员同意这样在哪里？我会看到他，因为有被挡住了。好，被挡住。这个案子是有关因爱防治里面兼补助里面的奖补助里面哈。刚刚好 ，OK 哈，跟蒋万安委员、跟黄秀安委员、跟陈义明委员哈，陈义明委员，对不起，已经改成主决议了哈。好，那就一起三哈，三一百动五百哈。好，好，林淑，接下来是。六十四，哎，六十四案来，好来，好的，共姐，嘿，六十四案，主席在讨论六十四案以前哦，我讲一个我们委员会的事情哦，就是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委员会审查完竣的，哦，做成审查会议记录的，不管冻结还是简列案哈，哦，到院会协商都不能再翻案，这一点原则是不是确认？不然大家都在心扎医生，然后讨论这么多，然后就确定委员会确认好这笔冻结多少，简列多少。如果到院会去协商，还可以重来一次，被翻案了。那我们干嘛在这里审呢？如果在这里审的，到时候到院会又可以翻案，那我在这里不是浪费唇舌吗？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就违反了委员会中心主义。第三个。那也愧对在这里认真来审预算的人，这一点是不是能先确认？委员会这边当然是这样的原则啦，哈，但是因为政党协商我没有经验，要问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要尊重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和审查意见。那我们做这样的。如果大家在这里讨论预算简列多少数目，然后又这个冻结多少数目，到院会去再拜托党团商长跟他们翻案。啊，你大家拢免找委员沟通，虚与委蛇啊，大家拢找党团干部就好啊。党团干部出来摸一摸头，他帮你党团提案，你就可以这个再翻案了啊。那如果说有其他的党团提案或者其他委员提案，要再沾。冻结更多，简列更多，那我们没话说。如果要把我们冻结掉的和简列掉的，到时候到院会协商就翻掉，就说免冻免简列，那这个是侮辱我们委员会的审查。哎，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待会委员会可以做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吗？或是建议？是不是主席？赵伟，至少你主持的预算的审查是不能被翻案的。要尊重的时候要尊重我们委员会审查通过，还有结果或是通过审查的结果。嘿，结果好好好，这个部分我们好第一个好，议事人员谢谢。那我现在回到第六十四案，就是说啊。我们对于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妇女，有经济弱势的这个人工生殖的补助方案，一个人十万，在104年开始是补助了十个，今年是十一个，那成功率都没有高于四成，哈，最高是四成，但是还有更低的。所以啊，我们也考虑到妇女团体多次呼吁啊，哈，他说你要有生的补助，他不能自然生育。好，那你要有这个补助他去做人工生殖，那你要有养的配套。如果你政府只给生的补助的配套，而没有给全部的养的配套，好，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你这个政策是不是在于鼓励怀孕医疗化，然后让不孕的夫妻跳过其他的途径，那直接就鼓励说赶快去做人工生殖。其实在这种状况失败的比例很高，台湾的不孕夫妻啊，他的活产率哦，人工生殖的活产率是 23.7%， 其实很多妇女最后是很受伤的，身体上健康上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那我们在讲说，第一个，去年、今年事实上执行率不高。第二个，如果从生产生育的平等权来看，一年有6800个去做这个人工生殖的。那其实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变成低收入户，可是事实上他不一定也是一个经济很阔绰，但还要很多很多的这个经费，然后请全部的家产，然后就为了去做这一个人工生殖。那如果是为了保障生育的这个平等权的话，那6800个当然也要有机会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复杂。那我们希望啊，政府其实这样做下来，你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要好好想一下。所以哦，我们鉴于前两年哦，事实上执行率也不高了，所以我是就两个选择，一个是减列100万，哦，还留20个，是去年跟今年也没有执行这么多；另外一种选择是冻结150万，好好的来思考一下。行政部门的回应来，冻150万还是减？没关系，我一起。如果署文委员的意见，我们就一并啊，不要再三两笔，嘿。来，怎么样？并案，我们并案处理。3100是不是？哎，署文委员，3100，我跟你的案子一起3100，好不好？好，63案跟64案，吴玉琴委员跟林书委员对同一个提案，同意3100，哈，好。接下来，65案也是黄秀芳委员的提案，我们确认一下，是刚刚行政部门说是30万是对的吗？秀芳委员的助理 OK 哈，好对，好。那接下来是秀芳委员的提案哈，68案，68、69，哈，68是主决议是不是？哦，要补签资料哈，好，所以资料未来哈，好。那王玉明委员刚刚是啊，69是3100动500吗？好，没有动，好 ，OK， 了解，好。好，来，接下来是署文委员的哦，那个有关 HTV 的疫苗这个部分有没有共识？来，署文委员，其实是没有共识啦，所以因为没有共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烟捐哦，抽烟的人拿抽烟的人，那我们都知道抽烟的人都是劳动阶级居多哈，拿抽烟的人每年课征300亿的烟捐。然后里面拿一成以上哈，拿来做癌症防治。癌症防治里面呢，我们就妇女癌症的部分哈，抹片光是子宫颈癌而言，这个抹片一年就花了9亿多，已经花一次了。而且事实证明，这几年因为鼓励大家都是6分钟护医生，然后推广的非常成功，所以大概很多女性哈，然后都会去做。所以从这样子，一路下来啊，这个子宫颈癌的这个发生率啊，哈，到这个死亡率都一路下滑，所以显然这一个初筛哈，初步的筛选是非常有效的。那其实花这个钱是很值得的，但是呢，我要讲说，妇女癌症哦，现在不断攀升啊，不管是发生率或死亡率，一直不断的攀升的是这个乳癌，哈，乳癌。而这个乳癌我们也在不断的编预算，但是呢，乳癌的预算执行率比较低。事实上呢，它要去推广的部分啊，还有很大的一步，一段路要去走。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委员在我们委员会提案说，男生女生一律都要打 HPV 疫苗。子宫颈癌筛检9亿多已经花一次钱了，然后再花2亿多到去解决一个癌症发生率已经大幅下降的、死亡率也大幅下降的这个癌症身上，而发生率在大幅提高的乳癌，或者是妇女癌症第一名的肺癌，事实上给的经费都是相对比例上是不足的。所以第一个，我们认为说，在有限的经费里面，你要把这个经费，把这个从劳动阶级课来的烟捐，你要优先用在哪里？哈，然后另外呢，我要再讲啊，
这个有效性的问题 ，HPV 疫苗的有效性的问题，从1999年哦，台北县、新北市，但我记得好像更早以前哈、哦，他全县的国一的少女打 HPV 疫苗到现在已经7年了，哈、哦。然后呢，跟进的县市也很多。那我记得1999年的时候，好像那个默克药厂的第4期的这个临床，就是长期有效性的追踪都还没有做完哦。所以我们的国一的少女全面的去施打，然后呢，到时候他们就可以到台湾来锁定该年次的妇女，然后去捞他们的健保资料，哈、哦，他当然可以就免费的临床数据在那里。但是我讲那个有效性是说，大家都知道 HPV 疫苗，哈、哦，它最有效的保护时期，它不是终身免疫，它最有效的保护时期大概是8年、10年。但是国一12岁打了8年最有效的保护期，可是那20岁以前他的性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不高，有但是不高。他最有效的保护力的时间，他都在念书。台湾的升学体制，20岁以前大概都在念书，所以他的保护力下降以后，他才开始要交男朋友，要发生性行为，所以会让这个女生误以为他已经有保护力了。事实上呢，那个女生必须继续打，而且施打的效力就开始不佳了。所以这个疫苗很多问题要讨论啊。所以我在讲说，你国建署、地方政府全面施打，很多县市跟进，一路下来这么多年，7年了，你有没有本土型的自己对于疫苗施打后的本土型研究，它的防护力，它的它的这个优点，它的缺点，它可能产生的风险会在哪里？然后你再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好到我们的国建署编预算，全面大家都来打，你没有做。第三个，我说现在的施打率对于国一女生的覆盖率是20%好了，如果全面性的施打覆盖率100%。那会不会发生像日本政府这样子发生的这一些有1000多名的不良的反应的个案跑出来？那怎么办呢？啊，你们讲说，根据研究，那个跟疫苗无关。我们记得当时这个 H 打流感，台湾在自己在做流感疫苗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很多的问题，哈。而且台湾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说适应不良的通报体系也不好，适应不良的通报体系、哦、也不健全。所以我是觉得说、哦、我们到底要不要全面性施打，我没有预设立场说一定反对，我不预设立场，但是我只要求一个，你打7年了，这7年打下来，它的成效，它的台湾自己的本土型研究，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们再来谈要不要全面性的开打。所以我们也不减列，保持预算冻结，冻结我们还是提议冻结2亿，但是我可以同意到1.5亿啦，冻结1.5亿啦。那事实上各地方政府都已经编列预算在打了啦，地方政府自己都有编列了啦。那我们可以不用那么急，你确保安全，确保有保护性的有效，然后确保这个风险是低的，那么你本土型研究做出来，我们就心甘情愿认为说好，我甘拜下风，我认为你做的是一个好的政策。那如果你不能解答我们的疑虑，我们会还是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图利特定厂商啊，因为我们已经花了2道经费在做一个癌症发生率是下降的癌症，子宫颈抹片检查已经花一次了，疫苗要再花一次，可是它不是妇癌的第一名，发生率也大幅的下降，所以说不过去啊。那我们妇癌的肺癌，你要不要来帮忙？肺癌要不要补助更多的筛检？
女性的乳癌要不要补助更多的筛检？女性的肝癌要不要补助？大肠癌要不要补助？全面性的，所以要减要冻结了，冻可以冻少一点，因为你要做 study， 要做推动，要做宣导，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你们早就应该要做了，一点二啦，冻一点二啦，好了，最后了，不要再谈了啦，冻一点二。5000就好了吧？动五千没有了，动五千了。事实上，他们如果动了5000，他就是开始全面性施打了。那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也应该有一个附带决议。你在本土型的研究结果报告出来以前，其实不能贸然的就推全面性的施打。那本土型的研究已经7年了，打7年了，也应该去收集地方政府的数据，然后找学者专家。就世界各国的样态，然后比较台湾的本土，到底这个政策到底要未来何去何从，要做一个研究啊，是不是要附带这个？等研究出来才能动资，那我就可以支持少动一点了。少动一点，少动一点，少动一点，少动一点。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哦，要等你做完本土型的研究，研究结果出来的时候才能动资哦。要研究结果要送到立法院来哦。经立法院同意才能动资哦。这个研究可以什么时候完成？现在短期内没办法完成。可是这也是我的，对不起，我自己也有提案哈。我这也是我质疑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自己各县市都在推哈。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实物的一个研究或追踪？那我们竟然在106年要全面施打的接种？这个政策的怎么下这个政策做全面性的？如果没有之前的数字或没有之前的研究，怎么可以说全面推动？然后其他国家也有一些疑虑，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也提出来。所以这个案子让我们担心的是说，是不是在图利某厂商？这个单一个，这个他们还做得更过分，我现在才知道，他们现在已经要针对非访单的适应症外的年龄族群在宣导去打了。所以。全面性施打，所以那不只是国医少女认为是最有打了会最有保护力的，现在连非访单适应症，就是比如说怀孕的或是20-30岁的也在鼓励施打，是不是？这不是你们的服务对象了，这不是你们在药厂一直在鼓励有没有药厂告对吧？那个好，那你附带决议要加一个，不可以针对非访单适应症外的年龄族群宣导施打。这个本来应该的，这个应该的嘛，对，本来就是啊，访单适应症以外的，当然就不可以啦。我没有，但是有人在这么做呢，你要去了解一下。委员实际上是全世界有60几个国家，然后都被修欧盟，实际上都做很多的长期的研究。那台湾的部分，实际上我们做的是差不多60万个。外国做他们外国的体质不一样嘛？那台湾已经打了7年全面性的施打的，打了7年的，很多地方的几万个少女都一直一路打7年了，到底现在状况怎么样？也应该要追踪啊，要追踪啊。事实上，你们这7年来。追踪到底怎么样？ Okay, 也没有一个研究。做一个追踪。好，那你现在是冻结1亿，冻结1亿，然后要做本土型研究，待研究结果报告送到立法院来，才可以动资这样子，才可以全面性施打了，全面性了。研究就是做追踪，这些打过以后的一个部分。没有，你要委托专家学者正式做研究啊。对，没错。好，那不可以针对非访单适应症外的年龄族群去宣导施打。OK， 没问题。如果做这样的冻结的话，就代表说我们不一定要全面施打，不一定要啊，他可以照过去的。决策有点真的有点奇怪。如果过去7年来做的没有相关的研究跟追踪，然后就今年就决定要明年全面施打接种，这个也政策上确实是。主席听起来像是图利药厂哈，就觉得有点这个意涵呐、就突然间就觉得药厂的生意变好了。这个跟药厂没关系了，不，是那实际上是跟国际上的趋势。但是因为我们烟捐来的钱有限，癌症治疗的癌症死亡率第一名的这么严重，你们也没有在加强做什么啊？我们真的需要的是相关的我们自己本土的实证研究。如果你说日本的哎呀不跟我们国情不一样，或我们国人的体质不一样，那你要告诉我们国人的相关的这个7年来最终的状况是什么啊？对啊，所以冻结的话，就代表我们可以更审慎的来用这笔钱啊。委员好，邓姐。
对啊，部长要上来。专家资料，对，专家在这里。很多资料事实上都是在县市的，他们在。无啦，咱中央爱家己做一个本土型的研究啊。无，阮即摆做的就是甲收集这的管区的资料来做研究，啊嘛是要请专家学者了。对，你要委托专家学者去做一个正式的科学调查研究。错，我今天晚来做了。哎呀，好，来冻结一亿啦。好。动一亿哈，我们两个啊，还是要动五千啊？五千啊，五千啊，五千啊，冻结五千，然后你们没有经没有做出报告，然后到立法院来，经立法院同意是不能全面性的哦。OK， 好，好，所以我们77就合并动五千哈，然后需要提我们本土的这个有关 HTV 的疫苗的这个接种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实证研究哈，才能解冻哈，还有一个是才能全面施那个接种，好，好，来接下来就再来是保留案里面是到92了。好，来进入到92案哦，是吴坤玉委员就9293哈，都是有关长照机构，来是9293来协商主决议，都改成主决议哈，好，好主决议，那94呢？主决议也是主决议哈，好，95也是主决议嘛哈，九五动哦动一百，动一百，好动一百。刚刚是说主决议，没关系，他没资料没送。动一百，94是主决议，95是动一百，对，因为刚刚没有看到主决议的内涵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是也是吴坤玉委员的100案有关社会福利基金来招改主决议，改主决议是不是？哎，对，好，主决议哈。好，那再来是103案。103是动800，动800啊，好，好，104呢？改主决议，105也是，105，106是动1000，动1000啊，哎，因为那是好几个案委员同意整并在一起动这个，哦 ，OK， 好，就动了这个106啊，对，106是动1000，好。那接下来还有还有一百二十一五动300是吗？来115是谁的？长照人员来不是我是说业务科是照务师是吧？115是动三百是哈，动300哈，好115，然后再来是11啊一哎对，对不起，哎112讲过没了，一二是改主决议，主决议哈，好，好，我们现在第二轮都完成了，要再休息，我们在等候第三轮的这个讨论。主决议提案有来，我们就先念了。好，好，那。主决议的文字有先来的，我们就在等候期间再念，还没印呢。先印。那我们让我们有时间去印主决议的内涵，好不好？因为刚送到，还有没送到的，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上来？哎，建国来了，那等他休息一下就可以处理了。哎，刘建国委员来了，好，那我们休息，让建国委员熟悉一下那个他们要跟你谈的东西。我们休息10分钟，好不好？好，好，他脖子扭到了。哎，主决议还没有送到了，请赶快跟委员签个名，赶快送过来。好，要赶快印主决议的哈。
七十案是你们的嘛，对不对？刚刚讲那个疫苗，林淑芬委员为什么那个打 HPV 疫苗那个？对，那个你的解冻条件，对，写给我们，好，好，好，还有吗？好，我们是没有分析的，是可以上去，他说。编辑都给你们带去，他说给我们说。好，那个，我前面看过，是我去的。对，那协商本来就是都可以。如果我们这样强调这样子，说协商他就不收外卖，这也是啦，是可以强调那个委员会中心，那委员会中心怎么他知道说协商他特别在哪里？因为他原本知道。Thank you.
好，我们继续审查哈，我们再进行第三轮的这个刚刚的保留案继续来审查。那我们接下来好来进行到第三案，
有关刘建国委员对于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这个部分业务成本跟费用，来有没有协调好？有。没有，没有，还有。哦，来，我建国委员来说明一下，或者来。因为要省卫生部的预算，我就变成这个模样。哎，昨天还好好的啊，我昨天已经开始在发病了。真的哈、哦嗯，脖子整个僵硬。所以这个管制药品一定要特别处理啊。来，这个我同意啊。他们原本要跟他三四亿多，要跟他三四分之一，我十分之一了哈。那我同意三四百，但是我还是要三四百。对，冻结部分还是要谈的哈，因为我想是这个样子哈。我保定要你家里了哈，昨天省公务预算基本上我连一毛都没有删，各单位都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今天我要特别再提这个事情？我是搭上两个了哈，两个对我对审查预算的一看法来做参考。说真的哈，如果今天我们把预算编在这个地方，我们在问你说啊，你可以达到什么样预期的目标，你都讲不出来，然后你要我说不动还是不删还是减动？还是减三，这基本上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一个作为了，好不好？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有编的预算，然后这个预算在整个说明过程里面，啊，家己讲到出心虚的，还是人你问吼，问到你拢无在讲应，吼，因为我们从昨天早上一直到下午，基本上我们都会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地方看电视也看得到。那我会觉得，这样的预算你怎么帮我去执行？我不是在讲你的哈，你不要误会。我这边保定有家里空，我保定有天了，所以我实力空啊，我才刚工大家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招委这么辛苦，然后从一早就到都搞到下午。那如果说我们也愿意让卫福部相关的单位都好好去落实你们部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跟业务的时候，那你最起码你要选我成主，可以跟我讲说，你们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目标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嘛。如果你家己爱心爱做八的嘛，你拢无叫人也袂当来动，叫人袂当删，那大家秘书菜市来你画，唔是安尼啦。嗯，我感觉一寡意都无了吼。所以这个我针对这个事情，应该不是第一次谈。嗯，昨天也某委员在讲说，讲了很多次吼。那这个状况类似这个样子，那好。不能用出规程去做这样的依据，你们就必须要朝向修法。那你朝向修法，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你就明确跟我讲嘛。啊，你讲差，你有敢跟我讲？你差一寡时间，哦，差一两个、两三个月，啊，会有某种情况发生？你说我还会去跟你做什么样的刁难，还是说会对你严厉的谴责？不至于吧？但是你不能连那个时间你都跟我讲不出来，然后一次又拖过一次，一次又拖过一次，那我没办法接受啊。委员提出来的问题跟检讨方案，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或是做跟委员做，或是跟我们委员会做详细的报告？这个时间也提不出来。可以，好，谢谢委员。因为这个讲起来，你说要说严重，说还好，我觉得也很难替你们辩驳。第一、二级的管制药品委外制造尚未取具有的相关的法源依据。嗯。啊，那容易理解啊。嗯。啊，我们是即摆心理层在讲嘛，对不对？进前有人嘛讲过几下摆啊嘛，系啊，啊恁讲无啊，你讲叫我即下卖给你删，也卖给你动。委员真的是像您所说的，那我们也认为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太好的那个法源依据，所以我们已经在做修法的程序了。那我们预计十二月应该可以送到行政院。十二月可以送出。十二月底前可以送到行政院，因为我们本来是修三条，就是很简单的三条，可是，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就越来越多人对旧的也有一点意见，所以就越改越多，越改越多这样子。对啊，三条现在是改了多少条？二十几条了。改了二十几条、哦，对，本来只有针对那个问题是只有三条、哦，但是因为在我们对啊，当时是谁想只有三条而已，哪一个人智慧这么高？不是那个其他的那个条文延伸到二十几条，那些人在找茬，跟那个都没关系，那些人有毛病就对了，哎呀，不是啊，那个譬如说组织的那个名字要改成食药署这样子，要顺便要改这样子，对，就好了，那你说十二月底嘛，对不对？我们十二月底送行政院，嘿，好，那你。那个三就是三四百了吼，那冻结部分二十分之一了，可不可以不要动？就你就月底，如果你把法案送出的时候，就自动解冻嘛。
不是，你如果只有三的话，那委员没办法追踪你的业务啊，所以还是要动啊。对了，可是我们一定会去跟委员再去报告，去你们委员已经不能相信了哈。刘伟已经不太相信你们讲了这么多年，我很怕你十二月底送不出去，就跟我讲说那个法条不只要修二十几条，还有相关联动的将近掉三十几条，嘿。我们一定努力了，我们会再去沟通，因为他还有一些什么性别影响评估等等，我们一定努力。所以我跟你冻结二十分之一嘛，你送出去之后就自动解冻嘛，可以吧？怎么不可以？你还年度还没有开始，利率还多少？好，那这样 OK 了。好了，好，你稍微请我调足久的，好吧？足辛苦的。多谢，多谢。可以哈。可以。好，那就是减四百冻二十分之一。对对对。好，要让委员可以监督你的继续执行的状况啊。好。好。那第五案那个，再来第五案，对，主决议是改成主决议，好，请回后。来，那接下来是第七案。第七案，对不起，第七案是减三百，没错吧？再跟你确认一下，第七案是减三百。我选啊，不是啊，啊来。来，会吧，会。那这是健保。是，减三百，请收听开水。OK， 我想我减到心甘情愿的，好。其实都容不减是最好了哈，是说，因为这个是这样，因为行政执行署的那个署长，我前一阵子去跟他拜访哈，那主要是一方面也牵涉到高雄的部分，那我也知道说，我们目前就是对健保会欠会的一些民众的时候，我们都会送到行政执行署去催讨，那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因为我们的必要的程序必须要列在账。但是很现实，我知道台湾目前很多经济景气的问题，有一些民众都。这 不管是什么停车场啦，什么东西，那个开车的那个费用，什么都市场在欠款嘛，所以行政执行署也是很忙，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会继续保持联络哈，在这一部分会再加强哈，就是跟行政执行署拜托他们能够配合我们，尽量把它催缴那样。不是的，我署长这么答复我，也算是站在健保署的这样的一个执行机关的答复了哈。那我是在为什么今天我要动这一笔预算？对，你看这个呆账三十九亿多，对，就做 combo 了。嗯，好、为什么有三十九亿多？就是欠的健保会嘛。对。啊，为什么欠健保会？其实这十年来哈，这我这因为我们缴是十年内的时候，我们都会继续催缴。对嘛？就是这十年的累积嘛。对对对。對那你上个年度跟这个年度差异就是少了一千多万而已嘛。嗯哼。嘿，啊，为什么少了一千多万？但有一些民众，假如说他只要有钱在银行里面的话，那行政执行署我们的一个步骤，只要有钱在里面，我们就会跟他扣那个他所欠的健保会。所以我们有扣到了。对，就是能够扣到的，我们都不会漏掉了。好，所以说上一次我们结卡，也不是说代表我们的民众不需要缴健保会了哈，因为只要你在这十年间，你只要有任何钱在账户里面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自动会把它扣缴。他要说明，来，跟委员报告哈，因为收入的部分哈，确实就是说我们的收缴率目前是大概是 98.8， 那确实是有一些欠费，那欠费的部分呢，确实是需要经过催缴，然后移送强制执行。那在执行分署的时候，就刚刚我们署长报告的，就是说我们会有执行期间五年甚至到十年的部分，我们都会去看到说他如果有财产，或是他有在公司上班，我们就会查扣的财产等等的。可是呢，实际上如果经济状况，如果确实这些该处理的程序都处理过了以后，那会发行债证回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经过一段的时间去了解他的经济状况，然后呢我们就会报呆。那我们现在的报呆率大概是 0.9%， 0.9%。 那委员关心的是说，为什么历年来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呆账率大概都是38亿39亿哈？那其实跟委员报告的是，在去年的决算数104年的决算的里头，是已经就是确实是产生了39亿的一个呆账啊。所以今年我们提列的还是仍然是照我们在分析，照过去的经验，我们就是也是报了39亿多。那当然委员关心的这部分，我们会后续刚刚我们署长非常的有报告说，我们会跟执行分署再进行请他们说再更积极的去处理这一块。凡是我们有看到说他有任何的财产的部分，我们都会再请那个执行分署再继续去做处理这样子。那只要说他有财产，一定会再列入回把他的保费回收这样子。我好 ，OK， 谢谢了哈，署长，我只是要特别强调哈，呆账的这样的一个编列方式，基本上如果十年来都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代表这个国家是有问题的了。
这第一点的哈。那第二点，呆账也不可能说累积这五到十年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做在做处理。嗯哼，哦，我觉得可以，他未缴，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手段去把它磕到应该缴的费用？这才是符合公平正义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十年来你还没有做市长前都是这样的数据，你当了市长之后还是这样的数据，那我会觉得很奇怪了。是就我要表达是这个样子而已啦，好不 ？OK， 好，谢谢。啊，所以呢，要不要？就减三百万。对啊，减三百万。减艺术了哦。好，好好谢谢。好，那接下来是对不起哦，到第几案了？保留。社交署。120万了。哎呀，哦，已经到120了。他原本是要冻结500万的，我想要跟他改为冻结200万。然后他有点无法招架，是来我要少动他，他有点无法招架，很奇怪。我第一次遇到案是有关长照整体照顾资源精进计划，要动200，动200。因为昨天是跟委员拜托看可不可以冻结200，那委员要我们提出一些相关的数据或者是说做法啦，那基本上在。当然照顾人力的部分是主要哈，所以我们也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我们是不是只有卫福部要去把这个照顾人力就可以把这个照顾人力长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在跟教育部跟劳动部是有一些的方案在规划当中哈。那我们当然知道说现在预计106年度我们希望能够增加5000到10000名左右的照顾服务员，那有一些的做法哈，第一个当然就是支付制度要去做一些调整，那未来呢就会让这个服务提供单位会比较有弹性，他们在禁用人员的部分会比较弹性，那也可以提高这个相关照顾服务员的待遇哈，那这个部分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也发现到说照顾服务员没有办法进来的，尤其是年轻人哈，那这个是薪资待遇需要再去做一些调整，所以在长照 2.0 里面这是一个非常大部分的经费会依住在这个照顾服务员的薪资哈，就是照顾服务的这个相关的待遇的部分，另外我们会考虑到说可能有不同的时段或区域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服务对象或是特殊的状况，我们会有一些加成给予的这个补助啦，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有在做，甚至于如何吸引年轻人我们也会在跟教育部还有劳动部这里有一些配套在处理。不， 我其实这个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啦，这个都谈过了，这个我们很清楚，我们讲说长照 2.0 我们就是可以提升到照顾的量能，从原本的服务对象51万1000多，我们要增加到73万多，对不对？我们讲得很好听啊，我们也希望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那你整个是成长照顾的服务对象是成长44%嘛？好，这个是公部门的很具体的、很胸有成竹的来跟对外讲的。但是你的照护能力到底要怎么成长？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看到你有一个很明确的、很胸有成竹的这样的数据来跟委员会做一个报告。我想这个事情不是只有我在关心嘛，好，招委嘛，做关心嘛，得解对吧？那边改长照做2.0做后，迄替补能力的对吧？这是最迫切的事情。我拢会讲，我对过才1万，我要讲照顾70几万，哦，我要给44%。但你的人，你要讲照顾的人一直生不出来。所以你是要让现今的照护能力的对吧？要过劳，要血汗，对不对？不可能啊！那我只是说讲了这么多次，不管你的能力要从哪边来，要从大学的要从劳动部的，要从什么样的单位进来，在整个会诊做长照的主政机关就是卫福部嘛。那卫福部就必须很清楚的跟各位表达，跟对外讲得很清楚，我的规划第一个阶段，我可以进来多少能力，我可以成长多少趴嘛。那你如果一直跟我讲说，啊，就5000加一万，啊，剩下看教育部，啊，剩下佫看劳动部对吧？好啊，我你去拜托教育局、教育部部长、劳动部部长，啊，剩三部长拢钱做会台来跟我清楚，啊，要做就来做啊，啊，无你搞那个44%，说可以提升到44%的量能，我不相信呐，迄无可能啦。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在我们的长照 2.0 里面是有一些人力的这个相关的成长的数字啦，哈。那
我们是预计在106，我们希望可以增加大概5000多名的照顾服务员。5000多名嘛，106要增加5000的哈，不是到10000的哈。那会成长逐步一直成长。OK 啊，那我们先去谈106嘛。对，好，106不是要增加到12000啊？那个是低推估跟高推估啦的中数哈。对，有个中数这样子。所以他现在先给我回报是低推估了。低推估4000多人了，4000多了，那高推估是12000啊。但是刚才答复5000多啊，6000不是吗？那是叫什么推估？那叫什么推估？至少6000啊，那是中推估。至少6000，中推估的话大概6000多了。5000到10000，中推估是6000。5000到10000啊，中间7000呐，应该是数学不好，数应该要至少大概是7000呐，应该要7000到8000人左右，7000到8000呐，因为这个是有一个数字，有低推估、中推估、高推估。我知道了，我就那个，哎呀，对，好，就这样而已。好，所以是动200。我跟他动200没关系啊，他就写一个主阶出来，他明年度就是要达到他讲的中推估啊。好，好，是就委员的提案做一些文字的修改就好了。对了，对，那是不是来跟委员赶快协调文字？好，我们再协调一下文字。哎，就要冻结，不用写动200万，然后文字做修改。修改 OK， 好，好，不是主决议，好。所以，但是署长，我还是要讲说，不管你是中推估还是高推估了，即便你现在敢跟我们委员会报告说是高推估达到12000，说真的要呵呵，你定头，你早会被攻杀了。努力。这是 不只是照人力的提升的一个努力而已，连照顾的服务对象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对，我觉得，因为这物件是您讲的嘛，对不对？那个51万被照顾，并且归班给48%，这是行政机关在你们经过多次的讨论评估之后对外讲的，那你就必须要经得起考验呢，因为明年度马上就会被检验了啊。啊！你人无几百，就算你有钱，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呐、啊。对，这个是我们会努力啦。那当然，现在也请地方政府在希望能够把这个需求哈，能够也要能够推估出来。那另外就是照顾人力，也要希望能够再多培育啦。好了，谢谢。那个建国委员在关心的议题哦，其实在上次劳动部的答询里面，我也特别请他们要赶快强化这个自用自训的这个部分哈、哦，让地方政府来做整个的这个照护员的训练哈、哦，啊，地方掌握人数，而不是劳动部为训练而训练呐。其实过去劳动部就为训练而训练，没办法把人留下来了，所以这部分也可能要跟劳动部那边来做更大，是我们也会来努力嘿。来动他预算，那个当然细节要讲很多，非常多了。今天没办法讲细节，但是重点真的要把人长出来了，嘿。因为我特别要强调说，我们就已经对外宣布得很清楚，啊、对不对？我们变了多少钱，然后我们要成长照顾的服务人数，我们要达到多少？四啊四趴呢？一起做 combo， 你四啊四趴是明年就要到位了吧？是一半还是逐年？明年。逐年好，那你明年几趴？你明年规划是几趴？你跟我讲啊。不然你外界会觉得说，啊，地劳工果在一般被叫过兵，而且对吧？应该是说需求数估算是成长44%。对呀，对呀。怎么样达到使用率跟这个服务量哈？这个可能是逐渐达成。对啊，对啊，逐渐你再去估算一下，就是因为那个是整体的需求啊，嗯，那可是会有一个使用率的问题。它会有民众会有使用率的问题，所以那个可不可以再请把详细的计划跟内容给刘委员来做说明，好不好啊？因为他们有长照十年2.0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完整的报告，嘿，好，谢谢。好，刘委员对这件事很关心，我们也都很关心哦，因为长照2.0也关注到未来的整个政策推动哈，人力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培育的一个重点哈。那我们刚刚的我们有关基金的预算的部分已经三轮都处理完毕，好，那主决议也都这个之前处理的主决议也都处理完成啊、哦。那我针对刚林淑芬委员刚刚的发言哈、哦，本席做这个来做一下以下的口头声明哈、哦。那我们把它整理成这样哈、哦，为落实本院推动
这个委员会中心主义啊，本委员会审查10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相关对口的部会的公务预算及非盈利基金预算哈，经经缜密发言讨论做成决议啊，过程审慎啊，那原要求本院朝野协商哈，朝野党团协商时，针对本会的审查结果，除明确保留送朝野协商外，原则上均不得再推翻本委员会已通过之增减或冻结的议案，以示尊重委员会的审查哈。我想这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落实整个委员会中心主义的这个做法哈，不然我们这么辛苦的审查那。各部会也都很努力的来做相关的沟通协调，可是到最后还到协商的时候又被推翻，所以刚署文委员提出来之后，我们就做本委员会做这样的宣告，也希望到时候党团协商的时候可以尊重本委员会所对口的几个部会的一个审查的一个决议。好，接下来我们就针对各个已经在修正回来的这个主决议的部分，请议事人员简要摘要的这个报告好吗？好，来，我们先读。第二案，为因应医疗环境变迁，卫生福利部应积极研议放宽各部立医院之相关法规与预算限制，以利部立医院提升软硬体方面之服务品质，并有足够经费维持偏乡离岛之公卫任务，以利发挥公立医疗体系服务效能。第四案，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旅运费，本年度预算数520,000元，预算效益应持续加强，应提出书面报告说明详细内容，妥善运用预算。第六案，全民健康保险家庭医师整合性照护计划自92年试办实施迄今，已转型朝向鼓励社区医疗群选择以会员照护成效之支付方案，为避免我国资源医疗资源之浪费，配合未来分级医疗之制度规划，逐步提升各医疗机构与医师之参与，提高民众照护之涵盖率，且同时加强转诊业务之执行，并请中央健康保险署于2个月内提出相关书面报告。第九案，建请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在设定投资目标时，应将报酬与风险做联动评估，检讨现行受托机构投资资格，慎选具专业及经验之受托机关，以提升国保基金管理绩效。第十案，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检讨印刷装订及宣导费之运用情形，并提出改善计划，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第十五案，建请卫生福利部于106年6月前，以依发基金规划后续4年期经费补助，以确保儿童医学及健康研究中心之运作经费允见充足。第十九案，106年度医疗发展基金提升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医疗服务品质计划，预算为10亿6100万元。先予冻结20%经费，但市卫生福利部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交执行成效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25案，建请卫生福利部应针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提出具体相关政策规划，以改善医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第31案，卫生福利部106年度办理推动弱势族群医疗照护计划，有鉴于偏乡医疗资源不足，应强化弱势族群照顾，对于偏乡及资源不足地区亦需投入资源，请卫福部于2个月内提出前述3项计划之具体计划，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
第37案，请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确实督导药害救济基金会执行各项业务，并视实际审议案件需求，邀集医学法律专家委员协助审议事宜，以使预算经费运用符合业务需求。第38案，106年度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旅运费向下编列14461000元，未准结预算并发挥最大效益。国民健康署应严谨出国计划预算编列，并于一个月内将105年出国计划成果及106年出国计划具体内容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第41案，请国民健康署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105年出国计划成果及106年出国计划。第42案，请国民健康署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105年出国计划成果及106年出国计划。第49案，请卫生福利部于三个月内检讨以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烟害防治计划向下经费办理子宫颈抹片检验品质提升计划之适当性，将书面报告送至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51案，106年度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向下烟害防治计划药品替代戒烟服务编列6亿7903万6000元，请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于两个月内将相关计划提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54案，卫生福利部应检讨整体健康传播宣导策略及执行方式，针对所推动之健康议题进行媒体通路传播成效评估，了解民众对宣导议题之知晓度、认同度及态度、行为等改变情形，以促进国人健康意识，能提升媒体宣导效益。第56案，请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积极营造健康友善之支持环境，强化医疗及公卫体系对主要慢性病以及癌症之照顾服务流程和品质，并积极推动健康促进暨高龄友善照顾工作，建制完善之资讯及监测系统，以为国民及罕见疾病病人之健康。第59案，考量癌症为国人死因第一位，且少子化后更需强化儿童健康照护，原请国民健康署于一个月内提出计划细项说明，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60案，要求国民健康署于一个月内将一般民众的传播策略并与探讨出生性别比的研究规划书面说明送至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61案，心血管疾病为常年国人十大死因，儿童肥胖问题渐渐浮现，显见该项工作计划成效需加强，原此要求卫生福利部与教育部共同合作，增加体能课程时间，并提出执行报告。第62案，为准结开支，请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于一个月内提供糖尿病健康促进机构及糖尿病支持团体运作计划内容与办理成效之说明，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66案，请卫生福利部于三个月内提出推动儿童及青少年健康生活形态计划，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67案，要求国民健康署制定具性别意识与健康公平之 HPV 疫苗接种政策，亦应先建制完整之 HPV 疫苗接种基础工作，并于民众知情后同意提供接种服务。第74案，请卫生福利部积极推动婴幼儿各项疫苗接种作业，确保疫苗高接种完成率，并加强对民众宣导新旧型日本脑炎、脑
日本脑炎疫苗衔接等相关因应措施，以维护儿童健康。第81案，社会福利基金所属社政机构近年来禁用非典型人力经费剧增，且将核心业务所需人力改以劳务承揽方式办理，有规避人力控管之嫌，允宜检讨改善，原建请研议积极争取编制内人力之禁用。第82案，请研议调整服务方式经营形态，充分利用既有机构资源。第83案，请卫福部确实依相关法令执行需要核估编列相关人力预算，于一个星期内提出报告，于一个月内提出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87案，社会福利基金公益彩券回馈金推展社福计划捐助补助及奖助，系补助各地方政府社福团体。预算未尽合理，请卫福部于一个月内提出说明报告，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88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两个月内针对均衡长照服务促进计划之具体内容提出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90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两个月内提出强化长照机构服务及品质提升计划规划说明，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91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两个月内提出推广创新长照长期照护模式工作坊计划及培育住宿式长照机构业务负责人计划规划说明，送交立法院社会及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92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12月底前提出一般护理紧急一般护理之家。紧急救难如何疏散受照护所的失能者之作为及规划。之作为规划书，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及灾害防救相关计划规划说明，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93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12月底前提出对于一般护理之家紧急救难如何疏散受照护的失能者作为规划书及灾害防救相关计划之规划说明，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96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两个月内将缓和失能创新服务计划之具体规划内容提出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02案，三级照顾服务体系中之社区整合照顾整合服务中心，负有整合与衔接复合型服务中心与巷弄长照站的重要任务，卫生福利部规划设置469处，为每一个社区整合照护服务中心，却只配置一辆交通车巡回服务，数量明显不足，请社会及家庭署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说明。第105案，新政府长照 ABC 计划偏重家庭照顾支持服务及社区照顾计划，对于入住型机构的发展定位不甚明确，原请卫生福利部加强说明长照十年计划 2.0 有关住宿式机构服务相关规范与作为。第107案，要求社会福利部于一个月内提供1133保护专线执行成效报告，以书面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10案之一，鉴于许多儿少保护个案家庭无法尽到保护教养之责，必须安置到寄养家庭或被出养，究竟这些寄养或收养或收出养系统有无儿少最佳利益思考，值得进一步检视。原要求卫生福利部半年内邀集收出养
暨养相关民间团体与专家学者及提案委员召开公听会，凝聚共识。第112案之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于104年增订儿童及心智障碍者在侦审时，由专业人士，亦称司法询问员协助，原要求卫生福利部更续强化司法询问员专业训练，以保障儿童及心智障碍者权益。第113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2个月内提出长照服务法人之辅导计划之规划说明，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14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2个月内提出培训住宿式长照机构业务负责人计划之规划说明，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18案，请社会及家庭署3个月内提出长照10年计划2.0及专案办公室规划说明，送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122案，扩展偏乡地区照顾服务资源，并深化偏乡在地长照服务资源。这个计划呢，社家署就本计划与他计划之预算编列之必要性如何分工，未有明确之说明，恐有重叠情形，请卫生福利部于3个月内提出整体之规划说明，送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42案，106年度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旅运费编列了212万7千元，那出现公务预算不明及基金预算宽松之现象，请国民健康署于1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106年出国计划成果及106年出国计划。第5案，管制药品制药工厂106年度预算，管制药品制药工厂厂房新建工程计划，该计划进度落后，原定106年完工恐难达成，要求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加强预算及工程进度管控，必工程如期如职完成，避免造成未来国内第一二级管制药品供应之风险。这个是第几案？第73案，疫苗基金106年疫苗接种计划之专业服务费向下编列，预防接种咨询委员之出席费、审查费等，那委托相关医学会办理预防接种教育训练及相关研习费。由于医护与卫生单位人员为推动疫苗接种工作及影响接种率之重要关键，请卫福部机关署应确实加强执行本项经费，落实办理各地方政府、卫生局所及合约医院之教育训练，提升其对国家预防接种之政策、疫苗接种知识，以保障国人健康。第76案，疫苗基金106年编列补助地方政府办理预防接种作业及提升接种率6000万元，为避免流感疫苗接种率不佳而造成流感流行，请机关署加强办理提升疫苗接种率之措施，例如，校园集中接种设置社区接种站，或由专业医疗团队到站提供接种等，提升接种可进性及便民服务，确保国人免疫力。第100案，请卫生福利部加强长期照顾相关人员针对避难弱者之灾害防救及紧急应变相关职能。第104案，请社会及家庭署加强社区式长照服务人员对机构内避难弱者之灾害防救及紧急应变相关职能。第109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1个月内提供113保护专线执行成效报告，以书面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94案，要求卫生福利部于3个月内提出奖励长照机构之长照专业人力之规划说明，送交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还有一个案，第68案，
国民健康署应于一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大肠癌、大肠炎筛检率提升方案。宣读完毕。我念好了。一三七那是公务的，那不是，那不是。这里面有一三七。对。来，那我们刚有一个案子要来做处理哦，因为刚中统召委员的第十九案，是并第十七、第十八案处理哈、哦，是全并减20%啊、哦，所以不另做主决议哈、哦，所以主决议的部分就删除哈、哦，撤案哈、哦。好，那是不是都有没有刚刚的主决议有没有在行政部门这边有没有自案难行或都可以执行哈、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审查就要到这边了哈。那我们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于卫生福利部主管非营业基金预算案啊，业已审查完竣，提报我们院会处理，院会处理前需交党团协商。好，那本次的会议到此结束，那现在散会。好，12点前。